想要拍胸脯红包给你，我恭喜恭喜你，想立刻打通电话给你，我恭喜恭喜你，运气转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恭喜恭喜你，无论初一还是十五都恭喜恭喜你，只是当我一说我恭喜你，你都不相信，那群众爱问我红包在哪里，我不懂得新年贺语，所以只说恭喜你，恭喜你，真的是个喜悦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